嗨，各位 DJ Movie 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基德。今天我们来到 Kia Carnival 的发表会。这台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这台车副驾驶座左侧多了两颗按键，一个是可以前后滑移，一个是可以调整椅背的倾倒程度。这主要是可以让我们驾驶人去做更快捷的调整，让后座的乘客好上车。好，这台车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是把第二排座椅直立起来。一只手就可以的，你就可以直接坐到第三排了。这一台车的第三排座椅呢，可以完全的往下收着哦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后座行李箱非常的平整，然后我整个人都可以坐进去呢。OK， 那最后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就是体感式的尾门。我今天拿着很多的东西的话，我只要靠近我的车门，好，那它我今天在拿着东西的状态下，我就可以直接打开尾门，把我东西放进去，甚至不用在下面脚踢不到。好，那对于这台 Kia Carnival 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到时候我们会借出来帮你详细测试哦。最后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你要拍我的手指吗？对。好。